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华山的暴力对决，还是双龙宫的一个比赛啊。那关大鹏这边选择带了一个女儿村的丹峰、化生死加普陀山的两大辅助，再带着双龙宫，那对面就是典型的三五里啊，丹凌波双狮驼啊，这跟别家的三五里还不太一样啊，他两个狮驼灵，再来化身加地天阵，也是大克龙阵10%。但是关大鹏这边是有一道三速的啊，毕竟天阵降速度嘛，所以前三的速度也是顺利的被关大鹏全部拿下啊。咱们看一下这两个龙宫的一个输出，开场第一回合直接来了一把至尊三飘啊，俩狮驼头都晕掉了啊，哈哈。看看两个龙宫的输出怎么样啊？就最近几天发现，就确实玩龙宫的比以前多了。啊，虽然龙宫不怎么厉害，但是确实玩的也多了起来，咱们的素材也就多了起来啊，起个纸人，金刚护体，解开封印，这回合对战方得打一波大面伤了，疯狂阴击走起。有点飞不太动啊，当然爪印叠加起来以后，这个伤害也会越来越高的啊，往后期打就更好点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对面天阵有大克，相当于一人一个虎头位啊。啊，天阵有大克，相当于一人一个虎头位。对战方这个狮驼的封印没有解除，所以说选择了一把平 A。林墨城那边直接开眼。哎，林木城还是蛮不错的啊，龙宫的数据1800、1500、2900、1500、1800，不爆就是个1200、3500啊，暴击就是2700、3000。好像温水煮青蛙也能煮得下去。但这个温水好像温度稍微高了一些。就是你说他有爆发吧也不太厉害，你说他没爆发吧，你说暴击也能打个3000啊，这些就也还行啊，注意控温吧。三灯普陀山主要关大荒的恢复厉害啊，还有女儿村这个三飘你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也忒厉害了点吧这三飘啊。对面是我表示我还是把封印解除吧啊，总得想出手啊，这一直这么三飘对面头都晕掉了。哎，这个狮驼伤害高啊，有一说一啊，这个狮驼厉害。这打下去谁赢谁输是真不好说啊。对战方虽然输出高，但是狮驼岭节奏稍微差一些啊，因为要废回合休息一个回合嘛。但对面有大克，关大荒有速度，关大荒还有双恢复啊，又是一把三飘。这个三飘无力吐槽呀啊，太好用了。解开林伯辰破甲扔一个。翻江搅海，对战方再换一个孩子出来，直接打一波大翻江，5800、3700、4300，这个暴击率啊，可以的啊。这个时候对战方也盖出了罗汉，也更耐扛了一些。宝宝有感知，但是神药了。10000血的宝宝，再来一把金青，再解开封印。那关大荒也不三飘了，直接用技能了。等一会儿再三飘，
啊，感觉三标还是好用嘛。无间地狱，别把自己送走了呀！这年头就怕无间地狱把自己送，别的倒还好。对战方没速度，就是后边想慈航他还不好慈呢。也是个问题，这节奏就是关良方的节奏。这对面直接就没了呀，这舍身取义化生死，先救自己。这一波无间地狱快把对面团灭了呀，这无间地狱开的莫名其妙啊。继续笑里藏刀，换羊护，狮驼接着飞。那边狮驼还有封印没有解除呢，拉起凌波也能秒一秒。凌波城那边还得开天眼，还得开眼睛。7800，转圈圈。继续打实战啊，出一波隐身宝宝呢不为别的，肯定是继续打实战的啊。那关良方这边有条件的话可以出一个就是地府的孩子，给两个龙宫打一打鬼眼。这几回合爪印反正是叠加起来了，两个师徒的伤害啊明显高的一个档次。脾气再加一个，再倒地啊！但是这种丧礼一般情况下，他们的九转带的也会比较的多啊，九转也比较的多，就为了打实战，尤其是打华山的时候，盲切啊，遇到这种暴力队伍的情况也比较的频繁。拿一个提气，拉起狮驼还能再飞一手，波澜不惊再保一下。关良方其实血量这方面，如果对面这么一直打下去，有关良方你别说也会有一定的压力的。就是这个凌波城他得开眼呀，他走的是一个天眼神通的经脉，他怎么着也得开眼睛，稍后再给龙三位打一个鬼眼。对面不是有地府吗，也可以选择去驱散啊。换句话说其实
咋说呢，对面既然有地府，是不是可以尝试的点杀一下东东，就对面走一个点杀的路线，点一个呗。不然不禁再保一下，立个纸儿，拉起狮驼再换一身宝宝，龙宫倒地，已经开始出效果了，这孩子神用了。啊，对面九转，反正吃的挺多的呀，啊，吃的挺多的。继续三飘开始，飘了个寂寞。再来笑里，嗯，笑了一下队长位的狮驼，普陀山拉起来6000血，这就应该点的是那个首次拉人是4倍还3倍气血来着啊，全场只能使用一次啊，首次拉人的气血好像是3倍吧。全程只能使用一次啊，这要是每一个拉人都这么多血，那反直接这就有点太厉害了，只能使用一次啊，就已经够 bug 的了。但是关良皇整体的血量已经是被对面彻底压下来了，看看对良皇在有限的九转内啊，能不能把关良皇彻底推平了。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良皇他有一速啊，就你把关良皇推平了以后呢，他也能慈航，嗯，这个其实是比较令人绝望的一个点，嗯，就是他可以慈航。你说你费力巴气的把他好不容易推掉了，你说这多搞心态啊，小锁，哎呦喂，对面终于是想起来了啊，自己还是个有地府的。俩石头没变身，关良皇注意多保护一下自己的龙三，继续笑里藏刀，不然不禁保护一下。哎，对面小爽再点关良皇的龙五位啊，耍了一个反其道而行啊，知道你保龙三了，我换个思路。但是对战皇失火被控啊，秒不出来，这就有点麻烦了。主要是女儿村，啊，关亮芳这个女儿村可太厉害了。有一说呀，整场比赛下来，命中率都极其的高，严重影响了对亮芳的出手节奏。哎呀，看这高伤狮驼。有一个狮驼出不了手啊，拉起来还得解封印，孩子废掉。这仨无理鞋。
觉对战方的点杀的诚意，因为他是尸体单位，他肯定是没有破血了，想用破血是用不出来了。嗯，他如果想点杀得舍一个连环啊，你可以一个狮驼打面伤啊，另外一个狮驼上连环，再跟上一个凌波城的面伤，应该可以成功的点倒关亮方的龙宫，没啥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对战方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连环击啊。想防慈航，你只能依靠小死亡或者是无间地狱。对面马上又要被团灭了，两个辅助也快有点扛不住了呀。对面队长位的狮驼打一开始伤害就是那个最低的。岁月强控化身四啊，得了，这回是真要团灭了，俩辅助估计也要嘎掉了。三灯继续走起，这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啊！放下屠刀再扔一手，看一下对面还有没有九转，这得多少九转，每个回合不吃个一两个都对不起自己啊。没九转，这比赛可就结束了。还有，继续舍身取义，俩狮驼这呜，对面竟然慈航出来了。关良方效力的不到位啊，关良方肯定是有愤怒的啊，这不用想，毕竟对面一直在打面伤，所以关良方的愤怒肯定是不缺的啊，他就是没注意这个事儿啊，打着打着可能忘了，累了。到辞不辞的也就那样吧，因为关亮峰这边你估计过个两三回合也就把对面又给弄死了。化身四还给这些物理系补金刚啊，这枚金刚伤害差别明显是比较大的。关亮峰这边放下扔的也比较的勤快，来地府慈航完了以后也可以休息去了，现在是空蓝空血空愤怒，再来一把灵元推，稳如铁板。地府倒地，行，对战方看这个样子二十个回合了已经突破不进来了，能突破进来早就突破进来了。
九转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嗯，关长虎估计再把对面团灭两圈，比赛就结束了。对面好像也快了啊，快把关长方破口子了。但是这就是快了也没有，总感觉差一点伤害啊。其实主要原因在哪儿呢？就是三公队，更依赖于高攻宝宝。你别看他们人物的输出高啊，但是输出高的团队更依赖高攻宝宝。咱们平时看那些白兔山少主啊、莫欺少年穷呀啊这一类的顶尖三五里，大家会发现，他们往往这些进攻型的宝宝会更多啊，顺法一大堆，瞬击一大堆，杀人力劈。对吧，现在人家也有地听高连高攻啊，林中鸟，就是他们人物输出高，宝宝输出也特别的高。对面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开场被关长风这边是完全牵制住了，导致的对面宝宝只能出一些血宝宝啊，人物的伤害也不差，但是宝宝的输出没跟上啊，总是差一点差一点啊，总是差一点。现在对面好不容易把关长风女儿村也给弄死了，但是反观对面自己也不行了，已经尽力了啊，已经尽力换须弥再砸死，好像有反转。哎，话说回来有啥反转，女儿还有一速呢。冷静一思考，什么反转都没有，想都不用想，一切都是虚幻啊，都是幻觉。狮驼还得变身砸掉啊，也算是最终把关正方团灭了一次。那稍后关正方拉起女儿村一把慈航，对面20回合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了啊，一把慈航。所以说什么叫幻觉，最强幻术。小死亡，对面还得重新再来一次啊！但是队长方刚才说过，他的九转已经不支撑他把关长方再团灭一次。队长方如果前期这么打就还不错啊，就是多出一些须弥。你没发现对面是怎么冲下来的吗？就是打到后边他开始出须弥了，就开始出须弥，人物也都是一堆残血，都是一些尸体啊，但是他就敢出须弥了，出须弥他就能推下来，就差宝宝这点伤害啊，说白了就差宝宝这点伤害。对面前期一直没敢冲，打到后期发现哎没办法了，冲吧啊，冲不冲也赢不了了，反而敢冲了啊，反而还打出效果来了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。因为前期一大堆尸体的时候，你说句实话，就是你不敢出须弥，这也能理解啊。好了啊，不玩了，耗了26个回合，打了将近半个小时。